要去倒位找到解密金钥，你甲詹富嘛够好得处理。是家风，伊就是怀疑光耀汽车的代志是跟爹爹变鬼，所以唔才冒险来找证据。那是状况是怪危险，你就莫阁坚持啊！干爹，国军打陆基嘛来啊！国军下载档案，然后国军离开。我应该不用你啊，行政治这条路。我有什么出身啊？我高龄啊。参我这个捡到你，对你亲亲来，手里甲你抱过来，我都唔知你什么出身啊，你会知？我都唔是你了用诶，而且你阁是台湾嘛？想到你会捡到我，想到要收留我，所以我有亲人对无？哪里人呢？你只要甲我讲我清楚。我这样代志已经结束了啦，小雨的医疗专金两针比后，随通知我。狐狸，这条丝巾刚是你不是你拿去？是啊，多谢你呢。一挂手款，那个小雨挂一条同款同款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对了多哎，对在了就是。你走！万海梦，万条万。你的日子，刚是李东廷的十八年前，我随着替你将丝巾抱叮当。你就偷气去啊！那无想要偷皮听吼，我劝你伫条道行较紧。当年的杀手是你派，死也是你的人。计我十八年迄边啦，我应该伫路会等你。那是讲会当找到解密的金钥档案，对当破解。那你要去倒位找到解密金钥？你甲詹富嘛够好得处理？是家风，伊就是怀疑光耀汽车的代志是跟爹爹变鬼，所以唔才冒险来找证据。那是状况是怪危险，你就莫阁坚持啊！干爹。国军来啊！国军下载档案，然后国军离开。我应该不用你啊，行政治这条路。我有什么出身啊？我高龄啊。参我这个捡到你，对你亲亲来，手里甲你抱过来，我都唔知你什么出身啊，你会知？我都唔是你了用诶，而且你阁是台湾嘛？想到你会捡到我，想到要收留我，所以我有亲人对无？哪里人呢？你只要甲我讲我清楚。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